家好啊 ，Hedy。好多年前我睇紧宫廷剧嘅时候咧，我就见到啲贵妃一路用呢个滚轮喺度碌块面啦，跟住讲是非咧。对于呢一幕好有印象，就觉得究竟呢一类型嘅玉石滚轮有咩作用嘅咧？然后再过多几年，就见到好多人用类似呢一款咁样喺度碌呢个下颚位，咁究竟又有冇用嘅咧？最近我就收到呢两 set 啦，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嘅用后感啦，几时用啦，用法。同埋最後係會有 giveaway 噶，咁所以咧，如果你都對呢一類型嘅滾輪按摩棒啦、面部按摩儀器有興趣嘅話咧，我哋就開始啦！如果你都中意睇呢類型嘅用後感分享，記得撳個 subscribe 同埋隔離個鐘仔，仲可以 follow 埋我嘅 Instagram 添。有啲咩平靚正嘅嘢，我都會喺嗰度分享同大家互動噶。大家喺坊間應該經常都會見到呢兩種嘅面部按摩棒，一種咧就係咁樣滾輪嘅，另一種就係兩個波波嘅。咁其實我自己用落咧，覺得個方法啦、功效啦，同埋用嘅時間咧，都係唔一樣噶。咁所以咧，我就想同大家詳細講一講嘅。首先就講咗我手上邊呢一款，前後都有碌碌嘅。咁我用落嘅時候咧，覺得有咩作用呢？第一就係佢碌嘅時候咧，我係習慣夜晚用嘅。然後咧，搽完護膚品啦，有陣時咧，你咪啲嘢未吸收啦，要用隻手咧去慢慢按嘅。咁按嘅時候咧，你隻手咧有陣時會吸收咗啲護膚品啦，唔一定係全部都係面上面吸收噶嘛，呢一个咧，我觉得系好帮助到嗰啲产品咧去做吸收噶，因为我碌嘅时候咧，都发现咧啲产品个吸收时间咧系短咗啦，质地咧呢个晶石咧系有一阵凉浸浸嘅感觉噶，咁所以你一路碌嘅时候咧系非常之舒缓嘅，而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可以增加一个血液循环啦，因为你一路碌嘅时候咧，你俾少少力水，特别系眼底啦，我会用细嘅呢一边咧，搽完眼霜之后咁样碌咧，你会 feel 到嗰啲 clack clack 声啦，咁跟住之后咧，第二日系冇咁浮肿啦，同埋如果我鼻敏感啦、失眠嘅话咧，只眼系好恐怖，好似吸完毒咁样咧，个黑眼圈系咁大嘅话咧，你搽眼霜碌咗之后咧，第二朝系会好好多嘅，不至于个黑眼圈消失咗啦，眼袋冇咗咁神奇，但系咧个情况系有改善嘅。另外咧就系、是、如果你做一啲服务性行业，卖笑嘅，成日都要讲嘢嘅话咧，你一日到黑可能八个钟头不停咁样讲嘢咧，个肌肉系好掹紧嘅话咧，我觉得用佢咧系可以做到一个按摩舒缓嘅效果咧，系好舒服嘅。但系如果你期待碌咗可能三五日咧，块面会神奇瘦咗嘅话咧，讲真的真系冇嘅，但系佢就做到一个非常之好嘅舒缓效果。如果你话碌下颚嘅话咧，我就觉得佢个感受唔系好大啊。同一 set 里边咧，佢系有呢个刮痧板嘅话咧，呢一个咧系到位好多噶。呢一个玫瑰粉晶刮痧板咧，系有三个小山丘啦，然后呢一个凹位咧，大家都唔可以忽略，佢都有作用噶。刮痧板咧，我就会主攻下颚呢个位啦。你唔好睇佢咁圆润啦，其实做到一个排毒啦，同埋淋巴按摩嘅效果嘅，咁我就会可能推十零二十下啦，会数啦，跟住之后咧就用后边尖端位咧去按耳仔呢个穴道，咁你按可能十零秒之后咧，我就会用翻前边呢一度推落去沿住条颈呢度。跟住我会用端端咧去按翻锁骨呢个凹位嘅，呢度亦都系一个淋巴位啦。如果你好攰啦，或者系好耐冇按过嘅话咧，你会 feel 到肿胀同埋冤痛噶。按得多个排毒会做得好啲啦，血液循环好啲咧，面色都会红润啲嘅。咁其实咧呢个手法我不嬲都有做噶啦。喺我收到呢一块刮痧板之前咧，我平时都系有一个牛骨嘅。喺外形方面咧，呢、这个三个小山丘咧，其实系可以模仿到你三个手指头呢个位。咁所以按嘅时候咧，佢系好似真系人手按，但系咧系俾力咁样去按嘅。咁然后咧就系、是、最大分别个口薄啦。我而家咧即直做一个实测俾大家睇啦，两边用同样力度，你见到啲肉都系咁样逼出嚟嘅。哇，个镜头睇到啊，我直情起晒一粒粒啊呢度。呢一边都有少少红嘅，但系争好远咯。讲明先啊，我头先个用法咧唔系最正确，因为咧平时我系会搽一啲按摩油咧，令到个摩擦冇咁大嘅，但系我都冇谂过系直情去到起粒粒呢个状况噶。好啦，咁讲完个刮痧板之后咧，最后就系讲呢一个嘅滚轮啦。呢一款我收到嘅时候，第一印象就系佢好有份量，系有重量噶。如果咧我唔用个手指公揿住咧，一放手咧，佢系会
跌落嚟噶，系啦，咁所以咧系好有质感啦，好有手感嘅一个按摩棒嚟嘅。然后我嘅用法咧就系朝早嘅时候爱嚟去水肿啦。前一日食嘅嘢太咸啦，太重口味啦，或者系饮咗太多水咧，块面浮肿嘅话咧，我按佢大约可能五分钟多啲咧，你会 feel 到系可以嗰个消肿效果出嚟噶。然后好多朋友都会问咧，佢做唔做到提拉嘅效果啦？咁就要睇手法啦。如果你咁样向上按咧，你会见到啲肉咧系咁样推上去噶嘛，侧边呢一度。咁但系咧，我见到好多人咧都系好似咁样上下上下咁样碌咧，你见唔见到落嚟嘅时候啲肉咧系扯翻落嚟噶？咁所以咧，大家记住系按上去拎走，按上去拎走咧，先至做到你哋想要嘅提拉效果嘅。然后滚轮上面两个波波咧个 size 都比较细噶，咁所以咧佢可以按埋眼底呢个位置咧都好适合噶，就到好多唔同嘅角度啦。朝早嘅时候咧，你搽一啲去眼肿 gel 啊，或者系啲清爽啲嘅眼霜咧，都可以帮助吸收同埋去呢个眼肿浮肿噶。如果你话眼袋咧，亦都唔系一个好神奇嘅工具咧，唔可以消除嘅，但系咧。我覺得一啲浮腫啊，或者一啲可能又係即係朝早咧，咪好水腫嗰啲咧，都有幫助嘅。始終你買咗翻嚟，如果你唔用佢咧，擺喺度係唔會瘦啦，唔會緊緻啦，唔會有用嘅。但係如果你肯持之以恆咧，每一日其實可能都係花五分鐘時間咧。第一係可以令到成件事好舒服啦，因為佢係做得一個按摩舒緩嘅效果啦。另外咧就係可以做到通淋巴啦，對身體咧都係一個好好嘅事啦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係覺得自己會用嘅，咁跟住你又想要呢一類型嘅效果咧，呢款咧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啦，同埋個價錢咧都幾實惠噶。咁佢哋咧係 So Simple 個網嗰度買到啦，呢一款咧係 around 360蚊左右，然後咧呢一個嘅滾輪再加埋呢一個嘅刮痧板咧，先至係250蚊左右嘅啫。咁所以咧，我覺得如果你哋有興趣嘅話咧，都可以去 info box 嗰度咧睇下購買資料嘅，係啦。咁然後就係大家最期待嘅 giveaway 啦，當然非常之開心，今次爭取到兩套滾輪加刮痧板套裝咧，係送俾大家一齊感受下呢個攤喺貴妃椅上面戴住假指甲，跟住碌下碌下呢個寫意感咧，係真係好深刻呢個印象。如果大家咧都係揾緊呢一類型嘅按摩工具啦，然後想知道個功效啦，究竟係點樣用法嘅話咧，希望呢條片咧都可以俾大家一個參考嘅。如果你中意今日條片嘅話咧，記得俾個 like 我 subscribe 個 channel， 然後每個禮拜都 upload 兩條新片噶，逢星期六晏3點同埋星期日晏晝12點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！哎呀，唔记得讲添，如果你想参加 giveaway 嘅话咧，留意翻 info box， 我会将啲资料放喺嗰度噶啦。好啦，拜拜。